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I'm OP, and in today's episode we'll be going over some of the best highlights from today's LPL 2024 Spring Split matchup.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dive straight into the action. 下路不停的换状态，换着换着，卓志威的危险，交一个双招，让他后续打不起来了。哎，不过阿K这边绕后了呀。是的，大树过来了，大树过来了，老干爹下路没有意识到，能爆发一血吗？先开个一技能，闪现Q再接爆Kepler。哇，闪现Q的一个先手，不愧是阿K啊，这太果断了。是的，闪到阴影当中，来发Q技能，先攻大树拿了一个一血，非常舒服。没调过好，也烧到六级，想稍微威胁一下下路。卓真没有双招的，但是阿K这边一个大招掩护一下啊，开出自己的小狼，往上前追，挂上一技能，马上打出三环了，有机会再跳一下拿下人头，两边打野各拿一个人头。他还可以顺势来看魔爪啊，那可是他的印记。这套阵容就是敞开怀抱让你来开我，然后我去保，完全就是盾牌和长矛的较量。 亲眼看到，Rook 这边没有 TP 的，山鸡这里很危险。Q 3也空掉了，那要被越了。三打加一个大招，带回来1v1单挑，有大，总算是阳历山鸡开出来，但是 RK 就在旁边滚滚，等万来了。这边想反杀，哇塞，老干爹这里，哇鸡哥这里。 加一个一技能，还没死，拿下双杀，以四血锁住血了。<笑>这就是说好的永远。而且 RK 刚才来的也比较的及时，所以也随着上半区的形势反转啊，NIP 当时是把第二轮的虚空朝中给拿的。而且老干爹这边主要是上下吃了不少镀层，再加上不到的优势，经济还是领先一些的。 火爆飞踢，踢到塔姆，塔姆不能吃自己，很危险。又是一个闪爆，哇！秒杀千珏，千珏没大的，闪现再接平 A 和 Q， 我感觉 IP 骑士了，把握不住的节奏，我帮你把握呀。这靠就必须有前期压力，阵容要想着想方设法拿下。如果老玩家上把有这种节奏的话，可能。 NIP 很难凑到那么大口气，于是现在 NIP 开始想方设法的拿更多的资源，先锋也是他们的。这把 RK 和上把很像啊，就前期的一个节奏非常好。对，打断开炮道，炮道这边没有疾跑，完全躲不了了。是的，塞纳给刷的时候护盾，但是卢仙就在旁边疾跑开，被火爆飞踢给踹回去了。主要是绕了半天，看到了对方那个辅助埋伏了一下啊，是绝望了呀，这米利欧。 出现在了波多不想看到的一个地方。说实话，是啊，你想以前的影魔刀，出了也是被秒。对，以前影魔刀那叫救主灵刃，救不了一点。对，现在的半魔，你得后面缩12秒就行了。哎 ，Rook 这里大招，哎呀，被肉身打断了。闪现硬跟，跟闪现过来。Rook刷了个 W， 想换，打出了阳历晨曦啊，走进圈子的一瞬间被千珏 A 掉了。Rook 说什么意思？ 这种河道的入口实际上也很方便大树这种大招的覆盖。卢仙又开始59块的先攻收入，大树侧翼刚说要开大招，大招就开过来了，哎，命中上单了。上单其实位置并不是很好，赶紧开个双 W， 控制免疫，双E控制免疫。河道的继续争夺，老干爹这边站不太住河道。 哎，这个时候大招过来了，千珏阳历晨曦第一时间就被逼了出来。千珏自己好险，但是又是到老奎的大招，老奎瞬间将其斩杀 ，Q 三连四个，我的妈呀，鬼叔叔了，这太厉害了！卢仙紧接着打扫战场，收获了黄金的人头，最后惊声惊叫，以及上单 Birdo， 哇，老奎斩获 Triple Q， 山鸡三杀，这太帅了，这是他把自己打成石头人了，是不是？哇，你个鬼叔叔。 这里老干爹海超也迷路了呀！大树又一个捆绑困住了开普勒，开普勒一丝血要被卢仙直接成秀一波 double kill。那这两波团战打完溃败，局势应该是一
基本倒了，基本倒了，基本倒了。哎，惩戒还断了一手回城，还好五点跑得快。反正电龙魂的存在已经开始在团战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又是远距离Q3，捏住金角再接披露前锋打出续援。火爆被踢又中断了，身边钱豪。啊，又踢断了。好家伙，这要是亚洲背上有这么一脚。 我们应该是不会，全部的圣枪洗脸洗在了他的后脑勺上，还好有这个杨林生息帮助他幸免于难。那这中路和下路两座外塔都只能放掉了。哎，什么意思 ？Fortic 也开始滑脸了，大家伙都玩得很开心。而 Rookie 一个人慢慢带线。哇！ 这火炮加上闪电三轮刃，直接秒杀了反手。这就是银能流卢锡安吗？银能流这个打脆皮真没道理的。哇，没有反应过来，就过来打两枪。是的，这伤害真的爆炸呀！配合一个电龙魂，这几个残血还要慢慢的把这个高地塔很轻松的磨掉。又是 Q 三接回来，他们再接披露先锋广前。这山鸡哥确实是一个厉害的先锋官，太厉害了。嗯，Rookie还在。 银能流卢锡安就是那第一枪，太厉害了！大叔藤蔓又过来了，再配合着奎叔叔的控制，这次要找谁？Rookie从侧边杀过来，先两刀斩杀了开普勒，他们并没有来及去吃他。同时 ，Meteor 郭豪有没有大招？吃，省下了千珏的大招，但千珏大招恐怕也得给，背靠着防御塔给出来。奎叔叔也突然两个人在防御塔下，他恐怕要遭到阵亡了，总算顶不住。沙皇给了他一个大终结。 结束了山鸡最恶的一生 ，Rookie 最后一下下小兵配合防御塔的伤害，哦，闪现，杀掉了沙皇，还想再继续推进吗？但是卢锡安还存在着，虽然说五点很能扛，但他有点拍不太动。没想到郭豪杀出来要瞄准 Fortic 的卢锡安，Fortic 卢锡安前站前奏，但是郭豪蹦了上去，1000块是由五点给收下。这波有点玩嗨了，说实话，是的，啊，推了三路有电龙魂，知道可。 破了三路，那可能是双方的最后一波交火了。又是Rookie 一马当先，先去砍金角。鬼叔叔也瞄准了塔姆塞纳，塔姆在空中把塞纳吐了出来，自己被带到了墙外。自己可能地神要被秒了，但是黄金在旁边一推，先推死一波卢锡安。但是永恩的出场还在 Q 3直接Q下来两个人，甚至 RK 的大树也已经 Killing Spree。最后开普勒躲过了 Q 3回头偷点几下，但是水晶已经暴露给了红色方 NIP。 NIP 已经准备斩获自己的赛季的开门红了，又是 Rookie 又瞄准金角，他们背靠着防御塔苦苦支撑，但是这个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兵啊，已经杀到了城下，甚至他们连出林小兵都将比较的困难。开普勒强行进去要瞄准了 Rookie， 又刷了手W的护盾。 NIP 不尝试一波吗 ？NIP 这边会觉得没有射手的情况下啊，要不算了。NIP 大优势的一局，但仍然是打到了30多分钟啊。但是 NIP 这波也不去管大龙了，他们甚至拿下远古龙 buff 就足以结束掉这一局了。狼阿爹必须要苦苦支撑自己的水晶的复活，这个小水晶总算复活了。但是后面还是有大兵马上可以威慑到门牙塔，他们必须要放弃这个小水晶。 NIP 众将已经到了，他们集中在这里，先大树用大招先把你劝退，海招的近身第一时间就被打了出来。奎叔叔再次想把人带过去，但还好千珏的杨凌生息可以拖缓这2到3秒钟，但是没办法，NIP 如同摧枯拉朽之势，已经率先斩杀只剩Birdo一个人。他们在32分钟解决了这一场战斗，我们恭喜深圳 NIP 在自家主场斩获新赛季首胜。 These were some of the best highlights from today's LPL 2024 Spring Split matchup. Which moment was your favorite?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This is OP, and I'll see you tomorrow. Take care.